错才能能说话吗？首先，阿炮开始。OK。假如不说才能能的话，我记得记得记得啊，偷看他的 image board， 因为他们在眼球的后面，所以我们就叫 behind retina， behind retina， OK， 所以未来的医生希望好好看， OK， 所以下面下一个呢，我们会有的是属于什么 B 三。所以有 long-sightedness, short-sightedness, visa， 我们称它为 astigmatism。啊，这个是散光，散光最主要的是什么？你的 cornea。OK， 它的 factor 影响是什么呢 ？Cornea is not clear enough。也就是说，原本我们的 cornea 应该是属于一个 cone 这样的 cone， 对不对？可能忽然间，他的眼球给我打了一拳，所以变成扁去 ，OK， 所以变成他就会变成一个 astigmatism 了 ，OK， 所以他一定会有 certain 的形状。所以通常呢，这个 astigmatism 呢，他看东西呢都会什么？不会完完全全很清楚的，有时模糊，有时那个 ，OK， 所以 ，not seeing， the object completely clear。所以 not seeing the object completely clear， 所以这些我们都要知道。所以通常呢 ，astigmatism 呢，它最主要是属于什么？它要 wear 啊，它要怎么来 overcome？ 也就是说，它一定要 wear 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我们称它为 cylindrical lens。所以它的镜片呢，它好像 cylinder 的样子的镜片呢。OK， 所以这个就是属于那些散光的人才会中。OK， 所以这边我们都要知道。然后第四呢，我们会有的是属于什么 ？Color blindness。所以 color blindness 呢，我们指的是色盲。其实色盲呢是属于什么来呢？Hello， 知道什么叫色盲吗？色盲其实是 genetic factor， 也就是说基因。假如 let's say 我有色盲，我去生了孩子了，过后我的孩子有可能会患上色盲吗？会患上。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是基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孩子他本身也有你的 sperm 的 DNA 在里面，对不对？ OK， 所以变成他是属于基因影响嘛，色盲。 OK， 所以你们到时候要去考摩托考车，其中一个要通过文档，对不对？所以那个文档呢，他就会给你 pass for color test。 假如你是拥有色盲的话呢，它里面隐藏的那些号码啊、alphabet 啊，或者是形状，你是看不出的。OK， 所以这种就叫色盲。OK， 啊，再来第五，第五呢，我们会有的一种疾病是什么？通常是老年人的疾病，所以 people 啊，说不要了啊。所以也就是说，你在你的脑大应该是第一面那边，你就可以看得到老人的疾病。当一个人年纪老了过后，他就会慢慢演变成老花眼了。或者是我们还有一个叫 blind spot， OK，
所以当我们的 blind spot 指的是盲点，对不对？所以盲点呢，就是说有一些地方我们是我真的完全看不到的，就好像我跟你讲过啊，我们的眼球，然后这个呢是你的 optic nerve， 然后你的 optic nerve 呢这边有一个地方是凹进去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属于我们称它为 blind spot。所以这个 blind spot 呢，就是说，假如你忽然间一定放在这边的话，它是一个地方不 sensitive light 的地方。假如它是一个地方不 sensitive light， 当你的视线落到了 blind spot， 也就代表你以后就看不到东西了。OK， 所以你要记得。然后 retina 呢，它是一个 sensitive light 的地方，所以 retina 呢，它含有两个 cell。OK， 之前我们有学过。cone cell 还有 cylindrical cell， 对不对？所以一个呢是控制颜色的 ，OK， 所以这些我们要知道了、啊。然后第六 ，optical illusion， 来，什么是 optical illusion？OK，what is mean by the optical illusion？Hello。Sengjun Yang, apa itu optical illusion? Elwin, 什么是 optical illusion? 哪个啦？错觉。对，视觉上的错觉，也就是说头脑呢不能分析。就好像我现在画两条直线，其实这两条直线你拿出来量的话呢，它是一模一样长的，对不对？所以只要我把它加有一个尾巴是这样，然后来它尾巴就这样。所以通常呢，假如你用眼睛再来看的话呢，你会发现什么？原来这条线会长过上面，对不对？可是当我就插过这两个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其实都是一样长的。所以这个就叫。Optical illusion， 也就是说我们的头脑不能分辨出哪一个长的短的。OK， 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那天呢，我有跟你们讲过，我们会有身份仪器来帮助我们，对不对？所以，two cup。所以到底有什么仪器来我看呢？第一，最简单的 microscope。所以 microscope 呢，通常是帮助你什么？看 tiny object， 对不对？或者是 microorganism 啦。第二，我们会有的是 magnifying glass， 对不对？所以 magnifying glass 指的是放大镜。所以通常它是 enlarged 的 object， 对不对？ OK， 所以也就是说你看的字太小，放大镜一放下去你就会比较大了啦。第三，有一天你生病了，医生要看你的里面的骨头 OK 不 OK， 所以那个是什么？ Good X-ray。 所以也就是说骨头这internal organ 的啦，然后就是我们的神经，每次拿它来偷看人家冲凉的，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可能是一个冲凉板，神经呢就会这样翻，然后这边呢放45度的镜子。所以也就是说，LV 在冲凉，反射上去，所以射过去，再来射下去，再来射去，整个眼睛，对不对？来，那个叫什么仪器？真正来讲，它是用在潜水艇的，来观察海面所发生的事情。来，那个叫什么？劈了头，parascope。
前望镜，第五个，第五个可能女生最喜欢的，阿轩真最喜欢的，也就是说，为什么他在 ML 型的乒乓室，每次拿这一个东西呢，都是偷偷的忘记对面 Jennifer， 请问那个仪器是什么？能看比较远的东西的。Hello， 啊 ，binocular 对了，也就是说望远镜对不对？啊，最后一个来看星星、月亮、太阳的那个叫什么 ？Periscope 对不对？对吧？啊，这些你都要知道的。OK。当你学了这些 tool to overcome 了过后，我们现在就要来学习下一个东西，到底什么东西？等一下眼睛要进来。OK， 到底什么东西我们要学习呢 ？OK， 来 ，ladies and gentlemen， listen。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眼睛会有两个不同的东西，所以什么呢？你会发现一个人的眼睛他是在脸的前面，然后另外一个人呢，他的眼睛他是在旁边，对吧？所以假如眼睛是在脸的前面的话，那个叫什么 vision， at the top， 在旁边的话And the whole， 来，我们就有请 Alvin。Stereoscopic vision， 记得 stereoscopic vision。然后呢，在旁边的话呢，我们知道为什么 monocular vision 啊？这个我要你们背。因为考试呢，我们都会很喜欢教你什么写出它的差别，所以你们怎样都好都要背，模拟一下 ，OK。然后这个呢，一完我们就要学会背人类的背了，然后不再紧张。所以这个在眼睛脸的前面就叫 spherical vision， 然后眼睛在脸的旁边呢就叫 monocular。vision 呢，所以这个呢，我们称它为 eye located， 啊 ，in front of face。然后这个呢 ，eye located， 啊 ，at the side of face。对，这个呢是叫 stereoscopic vision， 还有 monocular vision 啊 ，monocular vision。然后在 stereoscopic vision 呢，通常你会看到他们的眼睛呢会怎样 ？overlap vision， 这个 overlap 为什么呢？你看啊，当我睁着眼睛的时候，我发现这边呢，这个眼睛它可以看这边，还有可以看这个地方，对不对？再当我看关掉另外一个眼睛呢，它这边可以看这边，所以也就是说中间是产生一个东西叫 overlap 的。所以也就是说 stereoscopic vision 呢，它含有 overlapping vision。然后 monocular vision 呢，它通常只是看这边旁边的，对不对？所以它有 overlap vision 吗？没有，所以它是 do not have overlap vision。OK， do not have overlapping vision 啊，所以你要记得。然后来第四呢，它的 advantage 好处是什么？啊，这个好处通常他都会问的。人类的眼睛呢？好处是在那里，它能 estimate 一个距离，
很准确，就好像啊，有雷来到这边，大概有多少米 ？OK， 都很准确。所以它呢，我们通常我做个 estimate distance accurately。可是 monocular vision 呢，它不能 estimate distance accurately。可是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Water field of vision， 就好像一只鸟，你要抓它的话呢，其实你很容易抓它吗？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有 water field of vision， 所以变成它所看的时候哦，它连你的后面这方呢，它都能看得到。OK， 可是我们人呢，就是只能看到这边罢了，对不对？OK， 可是鸟不同，后面它可以看得到，所以变成你要去抓鸟，没有这样容易抓到了。OK， 啊，抓鸟没有这样容易抓到了，所以记得，所以通常老鼠什么你要抓也是比较难抓的。第五，通常在这边你所学的过后，你就要学会一个东西叫 example。所以通常啊，眼睛在前面的是有什么呢？凹凹头鹰的眼睛是在前面的，还有什么东西呢 ？Human 啊 ，Lion 这些东西啦。然后这个呢，通常我们讲的 Bird 啦 ，Rat 啊 ，Fish 啊 ，and so on。所以这些你一定要知道一些的 example， 因为考试我一定会教你是它的差别。OK， 你们一定要学差别了。啊，等下先你过来。日薪九还没有一月有考试吗？一月有收到消息有考试吗？因为 JD 一月二十号他们全部要考 final， online final 四十分钟。好了，考 objective 过了。在你们没有啊？没有就继续我们的课，没有关系。OK 啊，所以这个你们要知道。所以当你懂得你的这些 vision 了过后，我们呢，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就是说我们的耳朵的听觉了 ，hearing。一个正常人呢，通常。我们的耳朵可以 hearing 是在多少的 frequency？ 也就是说，我们只能 hear 是二十赫到二十千赫的声音波了。所以，假如那些更加细小的话呢，通常都要留给谁？给你呼啊、抖啊，对不对？他们才能听得到了。假如超过这个范围，我们是听不到东西的啊。OK， 所以你要记得，所以通常呢，啊，那些谁有 hearing 的问题，一 either 是 surgery， 二就是属于什么装助听器罢了，对不对 ？hearing aid， 所以这些我们都要知道。所以当你学了这个，我上个星期我有教过你们一个东西叫 plug。所以植物呢，我那天我有跟你们讲过，其实植物它的那个 stimuli， 我们称它为什么？我们称它为创意症。所以这个植物呢，它对这份东西拥有感应，所以我们就称它为创意症了。所以通常植物呢，我都会很喜欢分成两种，一种呢是拥有方向的 directional。另外一种呢，它是没有方向的 non-directional， 记得。为什么我想植物有分成有方向和没有方向的东西呢？在我们有方向的，通常我都会讲可以分成四种呢。第一种 phototropism， 来，上个星期我跟你们讲过 ，photo 的意思是代表什么？Photo 的意思代表 light， light 就是太阳光线，对不对？
所以波多婆毗尊就说，这颗食物它会向着太阳而产生反应的，就好像向日葵。所以向日葵呢，你发现它的太阳你去哪里，它的花都会跟着移到那里的，对不对？为什么它要对太阳有产生兴趣呢？最主要是要 to carry out 波多。See, this is the earth. 然后这个我们有的是 hydrotropism. Hydro, 什么意思叫 hydro? Hydro 是水，植物需要水，对不对？来生存嘛，就好像人没有水的话，你会死吗？你一定会死。植物没有水的话，它会慢慢枯萎了而死亡了啊！所以最主要，我们会讲它也要保变我的。然后第三，我们有的是 geotropism， 所以 geo 的意思在这边我们指的是 gravity， 地心引力。因为地球拥有地心引力，我们的所有物体才能树立，对不对？才能站直了。假如地球没有地心引力的话，你的行星呢就会飞来飞去了。OK， 假如没有地心引力的话，行星要那边都会有困难的。OK， 所以可能更加不好的是什么？刚好有人小便的话没有地心引力，他的尿都乱乱飞啊，声音开始发就是金嘴巴巴的了。所以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gravity。所以在这边呢 ，gravity， 所以 gravity 最主要是什么呢？它最主要是 support， 站立。假如你没有地心引力的话，你还能站直直吗？不可能的，你可以像 Superman 飞来飞去有了。然后最后一个呢，我们指的是 dichotropism。所以地貌所比人所指的是 touch， 也就是说它要通过攀援，也就是说我们称它为 handrail。 为什么它要通过攀援呢？最主要是什么？ to obtain sunlight to carry out photosynthesis。OK， 所以呢，最主要的就是说，攀援了过后，它才能得到足够的阳光啊。最后一个 non-direction 的呢，我们称它为 nasting。看不到，看不到，哎呦 ，OK， 再来。啊 ，OK， 来 ，non-direction 的呢？我们只有一个，我们称它为 nasting movement。通常 nasting movement 呢，我们指的是什么？它是没有方向的，只不过你会看到它有一个 keyword， touch me， not fly， 这个是什么？ OK，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单打的真的，例如我们有米摩沙布迪嘎，米摩沙布迪嘎呢指的是含羞草，含羞草当你一动它的话，它会怎样？它的叶子就会关掉，对不对？所以当你一不没有动它的话，一伸直它的叶子就会怎样？它又会开回去，对不对？所以这种呢，我们就称它为 nasty movement， 因为它没有方向的。OK， 它没有方向的。所以不止米摩萨普利嘎，其实还有其中一些的，就是你的所谓的猪笼草啦、所以就好像我们的 bright trap， 那些苍蝇啊、蚊子啊、或昆虫啊，跑进了那猪笼草，猪笼草就会慢慢的跟它关起来，对不对？然后吃掉这些的昆虫啦、所以这些你都要知道。所以在这一刻里面，等下我们会有梦醒要进来。
在这一课里面呢，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个东西到完了 ，OK， 这个东西到完了。所以来，我要你们先这个我已经跟你 explain 了，我要你们拿出你们的 exercise， 然后我们来讨论。所以我要你们拿出你们的哪一份 exercise 呢 ？OK， 哪一份 exercise 呢？来。OK， 来，我要你们翻进你们的第十五面，也就是说这一份。OK， 这一份。OK， 上个星期我们讨论到一半了的。再翻去你们的第十五面 ，OK， 十五面 ，OK，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来，我要你们翻出来，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OK， 来翻去你们的十五面，我给你们八分钟的时间，啊，没有，十分钟的时间。你们翻第十五、十六，可是 before that， 这样你给我讲多一个东西先，因为在实务方面，你们也要学最后两个东西啊。OK， 到底实务什么两个东西你们要学？OK， 通常实务呢有两个地方会产生反应吧，所以到实务的时候，我们画一个。另外一个呢，植物的什么地啊？这个我们称它为树或者是 step。OK， 所以在这边呢，我们要把它给分成一些的种类了，一个叫 root， 一个叫 shoot。OK， 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第一个是 autotropism。所以我刚才跟你讲，波波指的是光，所以请问，根对光有产生反应，还是晶对光有产生反应？一定是晶，对不对？所以这个根，因为只是埋在泥土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通常都会讲 negative photoelectric， 只要它对它没有产生反应，我们就称它为 negative photoelectric。因为树呢会跟着阳光而生长，对不对？所以这个有反应，所以它就叫 positive phototropism， positive phototropism， OK。这个你们一定要知道，都是英文的，通常是 experiment 的。OK， 第二个呢，我们是要 geotropism， OK， 我跟你们讲过， geo 最主要就是 gravity。geo 最主要是 gravity， 先它是一个 gravity， 请问根是对地心引力有产生反应，还是晶是对地心引力？一定是根，对不对？因为根是往泥土长的，所以是根有反应，所以这个就叫 positive。晶呢，它是相反的，直接上，所以这个就叫 negative 了。最后一个呢是 hydrotropism， 所以 hydro 呢在这边指的是什么？水，所以水是寻找水源的，水是寻找，应该是根啊，水根的话我们就称它为 positive。 你的茎有没有插下去然后找水源的？没有，所以没有的话它就代表那个，明白，所以也就是说你会有这三个你一定要背。Yes， 可以吗 ？OK 啊，所以暂时没有问题。来，我要你们翻去刚才的那两面一下。来 ，please turn to the 刚才那两面。I want you to try out now。来，我的网课的军队们，帮我 try。OK， 我们的巨量的仔呀。OK， 或者是。女的，快点加油！